大家好，这是一家位于 Arcadia 九九大道旁的 food court， 里面有一家我们观察很久的韩式料理店。它的营业时间是中午十一点半到晚上八点，太早来或太晚来都会吃不到哦。它在 Yelp 上评价是 4.5 颗星，在 Google 上面的评价是 4.7 颗星。我个人是觉得它还不错吃啊，价格也还算合理。这里的 food court 不大，观察了一下，生意感觉都是普普。这是后面这一家 Omatop House， 我们在这边点了石锅拌饭、豆腐堡、油麸小菜跟海鲜煎饼。我从小菜开始吃，这是他们的甜不辣，对，他们叫做鱼板，花椰菜、紫菜，三个小孩都蛮好吃的。这是他们的豆腐，好大哦！这小辣就很辣，我觉得这个石锅拌饭比嫩豆腐还要好吃。这是海鲜煎饼，海鲜煎饼上面好特别哦。好咸哦！这集就是这样，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好，谢谢，拜拜。